Ready? Blizzard 公司超强大作《星海争霸2》蓄势待发，而台湾也预计7月24日下午首次举办产品预购暨玩家见面会，并邀请《星海争霸2》首席 3D 设计师 Alan Dilling 来台与玩家见面。这也是《星海争霸2》制作人在海外与玩家见面的第一站。另外，现场开放预购新台币1950元的星战畅游包哦，前300名完成预购星战畅游包的玩家，还可以获得 Blizzard 特别准备的限量福袋一个哦。当天下午也精心策划1小时的活动，要让所有星海争霸玩家欢聚一堂。除了邀请星海争霸2台湾高手玩家进行连线对战，现场更设置星海争霸2畅玩体验区，让所有玩家都可以免费试玩星海争霸2，并与游戏首席 3D 设计师 Alan Dilling 近距离的对谈，索取亲笔签名哦。I knew you'd find your way here eventually.中华网龙自制充满缤纷奇幻色彩的《勇者之歌 Online》隆重推出《暗月之章》首部全新资料片，改版还推出各具风格特色的全新角色，强化能力的圣魔双修系统，刻画《勇者传奇》的英雄传奇个人副本，以及惊险刺激的超大型团体副本、大型势力会战，以及推出令玩家爱不释手的全新庄园布置元件等精彩的内容，力邀玩家一起加入拯救世界的英勇行列。另外，官网也举办“为爱摇身变”、“谁是最强种族”、“真爱来领奖”等热闹的活动，热情邀请勇者们一同狂欢庆祝《暗月之章》全新改版。勇者之歌 Online。暗月之章。游戏橘子宠物最多的线上游戏 Isle Soulbringer 7月15日起全面启动第二波精英封测，封测期间同步推出多项活动，只要加入封测活动的玩家，除了提供10000金币，还有商城0元道具大方送。此外，玩家只要在各大游戏讨论区分享Isle Soulbringer 的畅玩经验，就有机会取得公测虚宝一组，还有机会获得 Isle Soulbringer 限定奖品，让你带着可爱皮欧啪啪走，让可爱皮欧陪你一起冒险哦。由经济部工业局主办，2010年全民数位游戏玩家大赛即将登场。雷爵自制研发的《彩虹气泡 Online》获邀成为本次大赛的主题游戏，即日起至7月20日开放线上报名。报名通过的队伍则可进入比赛专用的水果塔副本进行挑战。除了主办单位经济部工业局提高高额奖金之外，总决赛获胜的前4名队伍还可以获得《彩虹气泡 Online》提供多项虚宝好礼。无论是老手或是新手，只要有兴趣的玩家们都欢迎组队报名参加，高额优厚的奖金等着各位来挑战哦。This erupted from the tower and started destroying what's left of the city.台湾光荣表示，他们将于9月30日与日本同步推出跨平台大作《量子理论》，而除了普通版之外，也会同步引进限定版本。这款强调与伙伴相互掩护、合作攻击的动作游戏，除了有华丽的画面表现之外，也强调游戏丰富的武器功能。玩家能操纵强壮勇猛的男主角，或是身手利落的女主角。双人搭档在随时变换地形的巨大迷宫塔展开战斗，两位主角各有不同的操作特性，也有超过20种以上的武器可以选用，加上可以透过网络连线合作，有超过4种的网络连线对战模式等等，与好友连线合作闯关，乐趣多多哦。
1980年，万代南梦宫推出最经典的大型电玩游戏《小精灵》，开启了电玩产业的黎明期。而这个黄色的大嘴巴也成为电玩产业经典代表人物之一。30年过去了，游戏产业也越来越蓬勃发展。但是为了纪念这个游戏界的开路先锋30岁生日，万代南梦宫也公布一款纪念游戏《小精灵派对》。这款能4人玩的派对游戏，收录多达45款的迷你游戏，让大家玩得过瘾的同时，也能一起帮小精灵庆生。另外，万代南梦宫还宣布会有大幅强化视觉的《小精灵冠军 DX》，会提供付费下载，玩家也不妨来怀旧一下吧。